二年級常識 General Studies， 好，嚟啊！食物指住，指住，讀一次啫。食物提供，日常，所需的能量 energy， 耶，和營養素幫助我們健康成長，不同種類的食物為我們提供不同的營養素 nutrition， 我們要注意飲食均衡，谷物類應該吃最少多蔬菜類水果類吃多些奶品類和肉魚蛋及豆類，吃適量油鹽及糖類要吃最少。此外，我們每天要喝適量的流質飲品。讀一次啊，第一段食物。乜嘢嚟噶？Drink， 佢叫佢讀三次啫，唔使啦。食物提供，食物提供，日常所需。呢個要冇白噶。剔啫嘛，唔使理佢，唔使理佢啊。